削减，撤回官城，收回官城，撤回铁路，收回铁路，我削减，我削减，别乱跑，别乱跑，出来的，出来的，我削减，我削减，撤回官城，收回官城，撤回铁路，收回铁路，我削减。好，我们这边给来。我削减，我削减，撤回官城，撤回官城，撤回铁路，撤回铁路，我削减，我削减，别乱跑，别乱跑，出来的，出来的，我削减，我削减，撤回官城，撤回官城，撤回铁路，撤回铁路。历史的劳工们，他们因为在韩国遭遇到我们台湾的老板永丰余企业恶性的官场，所以他们来到台湾要求跟永丰余进行对等的协商。然而他们已经来了四天了，而且是来第二趟了，却没有任何的永丰余的企业的代表愿意跟他们相见，所以他们现在举行这场游行，希望台湾的朋友一起来声援支持他们，捍卫身为劳动者最基本的工作权益。